本人要强调，警察机关受处理各类的案件，都必须要依法行政秉公处理，不会因为当事人的身份而有所差异。林议员指控本人对陈小姐在做笔录或申请保护令的时候下指导棋，在此要严正驳斥，相关的程序都是由派出所的员警依标准的作业流程来进行，以确保当事人的权益。林议员指控的内容已强害了我们警察的专业形象。最后，林议员针对本人与其配偶有过从甚密言行的不实指控，已对本人的名誉造成了严重而且难以回复的伤害，逾越了议员言论免责权的保护范畴。为了捍卫个人的名誉并维护警察的尊严，本人决定提出诽谤的告诉，以正视听。